看服装哎、欸，我们用一般的就好，好不好？我觉得两个都很丑，可以了。哇塞，赛车女郎哦，哇，这个还可以，好。要将所有角色服装更换成一般服装吗？一般服装是，好，对啊，啊，然后呢？哦，没事，新游戏。我觉得我们先玩里昂剧情好了啦，好不好？显卡是多少啊？我显卡是2080 Ti 啊。老头，就看过黑勒本人吗？看过，看过啊，我看过啊，很早就看过啦。好啦，准备要硬派了哦。硬派是需要色带才可以存档，而且硬派是不会自动储存，然后敌人更加强大。好、哦，好了，哎、欸，而且没有自动储存功能。呀，你老师哎、欸、，flag 都立下来了，你知道印上了。Look, man, I'm serious, okay? I saw it with my own eyes. Oh, I believe you, buddy. I believe you. Just tell us a story. Tell us a story. Okay, well, it was last Friday night. I was. 是谁啊？吃东西吃到饱，吃那么爽。Started coming towards me.She was staggering, you know, so I figured she was drunk. Whoa. Okay, tell us, be honest now. How many drinks did you have? No, man, I barely had a buzz on. Oh, come on. Look, just listen, all right? She got closer and I got a good look at her. You had to see her eyes. 肥仔吃汉堡，这就是你们往后的人生。你们往后的人生就像这个样子。乳蛇。哎，乳蛇有老婆。然后就撞到僵尸，搞下去。看来那个加油站要被咬。哦，这个是那个加油站被咬尸体哦。哇！案发现场。我不要玩克雷尔哦，没关系，先玩我们的甘乃迪嘛，甘乃迪玩完再玩克雷尔嘛，完了，因注意未注意，业务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三宝在乱闯啊，又害了这位司机了，司机真可怜，哎呦，原来是秃头，不好意思啊，我现在知道你秃头，哎呦，张赎金。张淑金，啊，菜鸟警官出现了！哇，欸，他真的从加油站开始欸。之前那个预告，之前在玩试玩版，有人说这边的地方被删减了。这是还没进警察局的那一段那个游戏。游戏画面，欸，看这画质真的超棒的，欸，妈的，屁股下巴，为什么我突然，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次里昂看有点 gay 样啊，就是有点假假的感觉。你们有没有那么觉得？有点假味，那我可以动了。环顾四周，Holy shit！ 警察车有没有枪啊？Open， 美机开很大。Hello?肯尼娃娃，哈哈哈哈，好像哦，欸，看真的很像，欸，怎么变肯尼娃娃？
Something's not right. 干，真的好香。不好意思啊，你没啃泥哦。Oh my god！ 哇塞！啊 ，sexy hot girl！ 啊 ，scare！ 你们就听到声音，这扇门就不能开。干，不要吓！呜、哦，这警察先生。他比那里怎样？哦，这不是警察，这是店员被咬。Oh my gosh！ 哦，先喝一罐饮料压压惊。Oh my gosh！ 哇！完了，死定了！啊！Oh my god！ 哦，这么好吃啊！好、哦，哇、哦，打脚！再过来开枪喽！别！算了哦。Hey, what are you doing？ 干你老师哎、欸，锁三小，操你妈！干，我要死了，高兴李阳要这边死了。哎、欸，没有死掉了。你有没有枪？你有没有子弹啊，先生？哦，有钥匙，钥匙。Oh my gosh！ 完了，警察先生要起来了。哦不！Oh, bro! Come on! 火呀！哇！啊！我靠，变异变他妈超快的 ！Oh my gosh！ 哎哎哎哎，大哥大哥，哎，克雷尔，后面。哎、欸，我不是没有子弹的吗？哎、欸、呀、啊，我不是没有子弹的吗 ？You all right? Yeah, I think so. Thanks. 我子弹会自动生成。When we're safe. Holy shit! 哇！哇！靠的太多了吧！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直接到酒吧、啊。李阳会变魔术，刘谦呐，李阳长得还蛮像刘谦的。What's going on? I don't know. Hopefully they'll have some answers at the police station. Wait, you're a cop? Yeah.Leon Kennedy. Kennedy. Claire. Claire Redfield. Live around here? No. Looking for my brother. He's a cop too. 他找他哥哥啊，克里斯啊。It's a good thing we found each other. I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anymore. 为什么他们遇到僵尸可以这么的淡定？要是我应该喘的要死。到底发生什么事了？What happening？ 等一下应该会经过那个要通往警察大警察局的那个过程哦。他这边他这个地方应该也有做重置吧？应该是不会直接就进到警察局吧？是谁？汉克啊？然后待会应该是会出现一场车祸，然后李阳跟克雷尔就这样子分开了，然后李阳会先去警察局，然后克雷尔会继续的去哪忘记了。
快吃不下去。载具破坏神李阳又要出动了，没有错。载具破坏神，只要是由他驾驶的，绝对会翻覆。这是恐怖游戏哦，没有错，这是恐怖游戏。恶灵古堡的重制版，这算是老 IP 了啦，老游戏了啦。Police station's not much farther. They'll know something. Yeah, but what if we're the only ones? What if there's no survivors? No, there's survivors. It's a big city. There has to be. Big city.等一下应该会到酒馆吧？这是正式版哦，对啊，这是正式版啊，刚刚 Steam 才刚上市而已啊。PC 版刚上市 ，PS4 版12点就已经有了。More like running. 只好用跑的。哎呦，干你老师哎，错姐，他们太快了、啊。全部都是李阳的粉丝。哇塞！啊，这是那个卡车司机被咬了，撞上来。完了完了。God no! Oh my god！ 完了。哇！爆炸！没有爆炸、啊，完了，要爆了，要爆了！肯尼受伤了，哦！以阳以后薪水会变很高，这个剧透很可以。我刚才怎么有一瞬间看到我们的李阳恰恰了？欸，不是恰恰 ，Michael，Claire， you okay？ 瞬间 Michael 了。Yeah， I'm alright. How about you？ 要跑喽 ！Can't stay here. It's not safe. Go on ahead. I'll meet you at the station. I'll be there. 哇 ！This is out of control. 我没有子弹吧？看我零发。No， 经典还原啊，应该走这里吧？还是说这个游戏有两条路线，改成有双路线？算了，我决定我要走这一条，感觉比较安全。巷子口，哎、欸，好快又到警察局了。其实我们应该要把它当新游戏来玩啊，因为之后的路线都会不一样哦，跟以前二代不同。哇哟，哇哇哇，两段式哦，因为僵尸会两段式左转呢。在这无照驾驶，没有警察来抓你。欢迎来到死亡之城，跳了一个成就出来了。欢迎来到死亡之城。哎、欸，所以说我是没有穿警察制服的。那个 demo 版本是有穿警察制服，他在这里是直接就给你便服哦。啊，存档用的色带。RPD。There has to be someone here. 这边就是之前 demo 啦，是吧？这是 demo 的，待会又要看一下，看那个人被分尸了。
昨天半夜直播的是玩 PS4 啊，我现在这是 PC 啊 ，PC 调最高画质在玩啊，画质上应该是有差别，我觉得。我现在是用 D12 在跑 ，D12 豪华武器。为什么会有分克里斯型、吉尔型、亚伯特型？有差吗？经过改造，加上较小的滑套卡榫，减少阻力。威斯卡自己设计的，这是威斯卡的武士之刃。经过改造而具强大的性能。到底哪一把比较好用啊？提高瞄准度，提高切更易使用。对，我就拿这一把好了，反正叫08子弹。就这一把，好，然后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捡？我拿错吗？感觉是挺快的啊，不需要等待。哦，急救喷雾，这么佛啊！我在想要不要先存个档啊，存一下好了啦，好不好？存档他妈超快，好得，走呗，没有子弹。实在是太棒了！怎么办啊？没有子弹啊！这个游戏硬派模式真的都是这样子吗？我等一下真的只能闪僵尸了，死定了！救同事前可以找到弹药。我记得有人建议我说玩困难模式打脚，打脚之后可以用小刀把它插死。我是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啦。哦，因为毕竟这游戏刚出嘛，没有什么攻略啊。那他是这样讲啦，我是想说到时候试试看好了，打脚步让他倒在地上，看可不可以直接来个终结技，省一下子弹哦。不然的话，一直打头其实不见得打得死啊。这一代的僵尸做得非常的强韧哦，就是没办法，就是直接秒杀。打头，而且他打头倒在地上，可能过五分钟又站起来了，就是基本上很难死啊，对吧？这边有子弹吧？装填，基本上是很难死啊。那打头真的有打脚？然后终结技真的有没有效呢？到时候试试看好了。靠北，让电灯开在这里啦，电灯不是要开在门旁边吗？很小啊。刀子是消耗品哦，砍死两只就坏了，最好别这样用。要瞄准缩小之后打头，大概两三下可以秒掉，有几率爆头就死了，不一定要打脚。原来如此哦！选举的声音，我们去厕所看一下好了。我猜厕所一定有子弹。厕所有急救喷雾器。搞错了，厕所没有子弹。看来他这跟 demo 前面跟 demo 除了服装不一样之外，完全一样。Jesus！ 只有菜鸟里昂会说的 Jesus。不要，不想。好啦，看一下好了。
I'll get you out. 厕所有屎蛋。Give me your hand. Please. I got you. Give me your other hand. 哇。啊！有没有人在吃早餐的？配个大肠面线应该不错吧？好险，我吃饱了。他应该是要先把脚伸进来。哎，他这个不一样嘞。之前 demo 版没有这个，现在 demo 版被优化了。这个应该就是解谜成分用的东西吧。好，结束。干老师。看，不要浪费子弹了。先跑，先跑，浪费了不少子弹。Jesus, they're everywhere. Jesus, 啊，咬一下他妈就危险。我觉得我要狙了。Jesus, 鸡丝面。爆浆撒尿牛丸。You're safe. For now. Oh yeah. Thanks. Marvin Browner. Leon Kennedy. 等等，记得拿某个东西，散弹枪吗？待会有散弹枪可以拿。Yeah. 硬派模式的话，子弹应该非常的拮据哦，就是觉得能避就避啊，能避战就避战。也是没有自动存档的，然后林北色带只剩一个。Not a clue. But honestly, all you need to know is that this place will eat you alive if you aren't careful. Yeah, well, I was supposed to start last week. 换上衣服了。I wish I'd come here sooner. You're here now, Leon. That's all that matters. Okay, Lieutenant, I'm ready. Hopefully, you'll be able to find a way out of this station. That officer you met earlier, Elliot.He thought this secret passageway might do the trick. 密道，女神像下面有个密道。We can get you to hospital. No, no, I am not the priority here. Lieutenant, I'm not just going to leave you here. I'm giving you an order, rookie. Rookie, save yourself first. 还是你要当肯尼？ You, 你要当我的肯尼娃娃吗？ Now, 如果你想的话，你就待在这里等我，我自己去。没有啦，乱讲。Stop.部队的戏份变多了。Don't make my mistake. If you see one of those things, uniform or not, you do not hesitate. You take it out. 如果那小刀有耐久度，那真的就不能再太过依赖小刀了、欸。真的就只能把僵尸杀掉了，要么就把他射到跌倒赶快跑，要么就是直接两三发点他的头。看，依照我的准度那么差，我觉得我应该可以马上把子弹用完。啊、欸，为什么？为什么画面一直跳，一直跳，跳三小？刚画面不断的闪烁呢。快下雨！哎，不能砍。哎、欸，我不能砍。不能对着我们的副队长使用，但逼不得已。This is not how I imagined my first day. 来吧，
作死。哎、欸，靠北这边有绿色药草啊，我喝急救喷雾是不是有点浪费啦、啊？我觉得我先把急救喷雾器先放在仓库里面好了。我跟你讲哦、喔，这个存档次数有限哦、喔，妈死掉！我跟你讲，我死掉可能就是直接要从这边从头开始了。你真的要他妈非常小心！天哪、啊！你身上那把钥匙应该不用了，不用了，它不会直接消失吗？它不会直接消失吗？那我可不可以先回去放一下？先回去放一下好了，好不好？我马上跑回去跟副队长说，抱歉了，副队长，我觉得无法胜任现在的工作，我要辞职。好不好？无法胜任现在的工作，我要辞职了。真的，我真的觉得我压力很大。我不期盼我未来有高薪，但我期盼我能够活下来。对不起的副队长，我要先走了。副队长，你是对的，我要走了。我真的错了。我真的错了，阿扁真的错了，他小了。这边没有木板吗？我记得这边有板板，可以拿来阻挡一下啊。说好了板板，你在哪里？这个板板可不可以拆？不行。路边应该有板板啊，算了。还是我记错了？干嘛的？进来了，操！我记得他们好像会开门的样子，但我觉得我死定了。突然发生大规模，幸存者，警察局地图。推三小，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开 HDR 好了，好不好？为什么我总觉得我好像进入选单画面会一闪一闪的、啊？我看一下，哦，这样就不会一闪一闪的。看一下笔记，开笔记也不会一闪一闪的。硬派不给板，好，那完蛋了。妈的嘞，好硬派啊！硬派，硬派不向任何人妥协。硬派，他没有听见我的呼，他没听见我的声音。靠北，比较暗了。哎、欸，看他会闪呢、欸！这一次的僵尸，妈的，真超靠杯！完了，都醒来了，你不要走了。林北还不把你射死，我操！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捡一捡的啦，真的。203啊，我们没有2齁。102、103还有106、109。欸。啊 ,2 跟3没有。106。
107108。109。然后再来，没有二的，就这边都不能开了。胶卷，胶卷是干嘛用的啊？啊，靠背，我忘记拿那个了。这边是要拿什么东西才可以开散弹枪的、啊？我忘记了、欸。GG。哎，小刀可以拿回来啊、哦！小刀居然可以拿回来！哇，就这里。手枪子弹。这只等一下会醒来，被先发制人。哦、oh,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看林老师哎、欸，死掉了吧？我的名字的首字母，李昂，你的工作项目我要交给你一个特别的案子，任务打开你的桌子锁，任务的成功关键于在于我们名字的首字母，你要按照我们桌子的顺序输入字母，在你办公室两边各有一个锁，两边都要打开。靠北，谁会知道啊？桌上有名牌啊！啊，这边的牌子不见了、啊。NRG， 一个。然后这个是 D， 一 ，DN。没有低啊，算了，我这样子好了。有了有了，不管了。里面是什么？大容量马蒂达。哇！哎，好尴尬哦。这个只能装在马蒂达身上，哎，变了24发。哇！那预购送的武器感觉就形同废铁啦，不能强化啊。我觉得这样有点烂欸。这一只等一下应该会起来，然后这个密码锁。十三的声音不一样，左六右十五左二。看你们怎么都知道啊。等一下，我听一下，十三声音不一样，一样啊，左九右十五左七，哎、欸，干有了，好，不管你们是怎么办到的，林北弄到手了，谢大家，我们走奔。醒来了，该走了。这边不是应该会拿到一张卡片吗？还是我搞错什么？算喽。哎，结果卡片没拿到手、欸。哎，我们那时候是哪里拿到卡片的啊？我还真忘记了。闭嘴啊！少给我那么唧唧歪歪的。
欢迎来到新的存档点。绿蓝。蓝跟红有强化体魄的混合。了解。我们现在把一下这个马蒂达、拿出来组合一下。哦，好爽哦。我要直接送你12发子弹欸。9毫米。存放。奇怪啊，这里不送射带吗？有没有要不要这么硬啊？照理来讲，每一个储存点要送一下射带啊，应景一下啊。对不对？你不送射带，你想弄死我啊？我知道他真的想弄死我。证据就在胶卷里面。纪念照片，这是下面挖歌小。看到一个神像而已。我都要玩硬派啊。啊，硬派宽容一点嘛！哎呦哎、欸，有啊，有给两个啊！哦，有给两个，可以啦！我突然觉得人生重启了光明。我好怕哦，输以全仗，好哦，我们走了。左仙呢？在想，怎么听到哀嚎声？哦，在外面。我要吃肉，不给你吃肉啦，怎样？他会咬我 ？Oh my god！ 我想捡他那里面的东西、欸。干你老师！妈还不死啊！干你老师太硬了，小刀捡不回来了。这只僵尸待会应该会起来，迟早的问题。红色药草。两个红色药草没什么鸟用。我知道这里会怎样，好不好？好，等一下应该会起来。这边我还记得。这密码我不知道啊。哎，妈太早给了吧。按下打开对应的指示灯，打开全部指示灯就可以开启保险箱。指示灯特地按下顺序，按错顺序所有指示灯都会熄灭，重按一遍。选择使用检查之后，可以各种角度检查进展。欸，为什么会一直跳啊？下啊！我真觉得，我要不要？欸，我可以再换服装啊，也可以欸，现场换欸。我要不要把那个 HDR 关掉啊？虽然你们应该也看不到什么 HDR， 我关掉好了，不然每次跳那个一直闪，不知道闪三小。等我关一下啊。好了，好了，垂直同步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我们再怎么玩？
诶，一二三四，一二三，不知道怎么弄的。哎呀，我超强！哎呦，我知道这该干嘛了。所以哦，然后这个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解，之后再说。有音阶，好的。那边有一只。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按钮，我的备用零件应该至少要再拿一个吧，才有办法全开吧。不过现在最起码我的二已经有了。很小啊，可以拿武器吗？散弹枪不是要用卡刷吗？我去看一下好了。这他应该破窗破不了了吧？我都已经干你老师，破三小。哦，他还是进不来，没差了。那货还是进不来啊！在哪里啊？老头迷路记，刚刚那个啊，我回不去了，是不是？好吧，暂时性没有办法回头。我还是从上面跳下来的嘛，对不对？那么算了，可能等一下那一扇门会被撞开啊。哦，被撞开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回去啊。然后我们现在剩18发子弹，省着用。又子弹的11发，非常好。然后这又有个密码锁，冲三小 ，DCN， 你怎么知道？为什么是 DCN？ 这是麦克龙子弹，算了，你都讲了，我就开了。该不会地狱犬来的吧？食人环者，眼睛和蝙蝠一样不见，什么东西啊？他们的眼睛和蝙蝠一样不见的，他讲的应该是利卡吧？待会利卡应该也会出现吧？靠观众开锁啊，没办法，就有人喜欢这样子，我也没什么办法。哎呀，就爱剧透嘛，我就只好照做啦，是不是？对啊，有板子，因为有人先看过 PS4 版的嘛，所以说都知道怎么过了。盖林老师，好吓一跳，他妈的，你最好是不要咬我。西风，这该用东西拆掉吧？是不是？但我觉得东西会超满的，只要引爆就下地狱吧。不过要结束太快不好玩了，所以也许我会用那个大胆妄为的年轻人来点精彩的节目。对，我会给他一个玩具，然后告诉他杀掉你旁边那个人，我就饶了其他人。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你高喊正义和骄傲，但有多少次你违背我，违背你的长官？啊，功能小。我说要对这个开枪，我就可以过去了。干你老师，想太多了。不要咬我，对不起。
打扰啦。Leon, it's Marvin. I need you back here ASAP. Are you okay, Marvin? I've got something to show you. It's important. Copy that. I'll be right there. 我觉得这些应该能避就避吧。直播会卡，可是有人不会卡啊。有时候会变成剧透的人哦，他没办法啊，游戏嘛。我已经是啊，死去，靠呗，真的得战斗了吗？实在很不想打。我可以把他们都引上去吗？已满。祝贺，差太多了，丢弃。绕个路先哈。干林北真要死了。门力跟你好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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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是哪里啊？大师，请重新来过。刚好我有那个可以看，对不对？嗯，这个是不是狮子的？是狮子，然后那是什么叶子鸟？死去啊！啊，不好意思啊，干嘛太难了啊。好哦，欸，干是在下面啊，我怎么走上来了？没关系，把他们引上来。很好。下去啊，你的跳呢？哥哥，哥哥你不会跳哦。哇，来爬楼梯的吼，没啥啦，生无可恋了。我离开了。There you are. Come here. Take a look. Take a look. Yes. I knew she'd make it. Claire. You know her? Yeah. Name's Claire. I came into town with her. You can get to that courtyard through the second floor. 二楼的东侧。I'm on it. Thanks, Lieutenant. 然后那时候 demo 是这边就结束了吗？OK，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新游戏了。我在想要不要先去把按键放进去啊？对啊，有点想欸，而且我现在应该可以先存个档吧？有色带不存吗？我要三个色带呢。麦格农不用，这个先不用。急救喷雾带一罐好了，以防万一啊。存一下，存一下。我们要不要先去放按键啊？去一下好了啦，搞不好可以先拿散弹枪。干完蛋了哦，接下来是未知领域哦。我跟你讲，现在 demo 已经结束了哦，现在后面我完全不知道了
会不会这些僵尸会起来吧？而且这些死掉的僵尸会留在原地，欸，不会消失，欸，搞那样挡有用吗？我会把它拆掉，重新挡挡前面这一块好了。感觉挡哪里都没用，欸，我是不是走错边了，啊？哎，干干干！冲一脚，冲一脚，冲一脚，大哥！哎，我还回不去啊！Oh my gosh！ 我是走错了，啊。马文给你的笔记可以参考。利卡会飞，他不会飞。利卡不会飞，他只会跳而已。看我走回来了。避战避战，他起来了，门禁卡换位置了。对啊，不对位了，啊，欸，靠北在这里啊，哦，哎，欸，人队长副队长我又回来了。哎呀，你进来过得好吗？哎，欸，你好你好。哎，欸，原来这里是开这里的，啊。哎呀，真的是见丑了，见丑了。哎，欸，不好意思啊，黑人队长，不好意思啊，林北菜鸟，体谅一下啦，好不好？林北是菜鸟，体谅一下行不行？干，笑死人了。这个要从这边进去西侧办公室没收保管室，然后这边有个暗房。我想一下，警卫是在这里啊？对啊，那我们没有办法放按钮啊，这边铁门已经被强制关闭了啊，我们一定要从另外的地方才可以回到原本的地方去啊。这边难道说还可以回去吗？还可以爬回去吗？不行啊，这边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头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之后会有个密道，然后我有办法再回到，比如说锅炉室，然后再从锅炉室来到警卫室。哦，警卫室是那个开那个锁的地方啦。这个在东侧嘛，啊，我们现在要设法去东侧二楼。哎呀，刚刚他是说东侧二楼嘛，然后他说想办法进入地下。好，哎。哎，欸，忘记把蛇袋放进去了，哦。那我真的觉得这个可以暂时不要，欸，挺占空间的。利卡是集体行动哦。嗯，好啦，我们从这边走啦。哦，干！哦 ，fuck you, man！但我不想玩了，啊，换个衣服压压惊好了。操你妈！林北瑞奇，欸，哎，没看过瑞奇是不是？干，你没有看过《阴尸路》吗？来啊，出来啊，把我们的副队长咬死啊！快点过出来！看他卡在门那里啦，烦哦，喔！他没办法出来，卡门大法。哦，你好烦啊！干他妈的！怎么会这种北蓝的僵尸啊？
Son of a bitch！ 还我喷雾罐好不好？哦，我又浪费了，没关系，有我记录无所谓。Who cares？ 要加 S。哎，靠背在这里啦！你原来在这里哦。这里是哪里啊？记一下好了。哦，是这里才是啊！我刚一直以为是警卫室哎，不好意思啊。干你老师，你没有死哦！你真的很知八毛哎。欸，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应该重新读个档会比较好一点吧。为什么它会有一个自动存档？不是不会自动存档吗？我们不要浪费子弹了，我觉得应该从这边开始，然后用钥匙打开它。没错。欸，对，回溯大法，好爽哦！反正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拿嘛，从这边开就好啦。不用不用不用，我都已经硬派下去了，林北都硬派了。哎、欸，僵尸哎、欸，我看到他了。呀！哎，给我难写啊！二选一，等一下，这可以再拔掉吗？哇，只能选一次。我想一下哦，这是门禁卡才能开的嘛，对不对？然后刚刚三的部分有什么？208可以拿散弹枪子弹， 203可以拿包包。啊，二跟三就没有啊，所以必须要再找另外一个按键啊。201，然后这个是103，哎，103，啊，这个是子弹，这个、小刀没了，就这样子。哎呦，他还在抖哎、欸，超胆小。我们只能开201而已啊，没得选了。嗯？哦，102啦，靠北啊。嘿，小姐娜安安，是娜娜耶，好久不见了。就顾不看到啊！208拿散弹枪的子弹，哇，这样没有三，没有三，没有三。回去放东西。哎、欸，等等等等等等，就都妈的，就都妈的，哎、欸、丢、哦！我觉得那扇门应该等一下也进不去了。白痴的僵尸，我觉得应该先把他杀死，我再过来，对不对？完蛋了，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感觉。不要再卡那里了啊！有没有想我？有啊，怎么没有想？雕像？什么雕像？等一下，我先想要把这些箱子……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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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那里呀、啊？